就是特别容易吸，就是敏感，越修越敏感了身体。嗯，然后一走到那个人群当中，我就感觉啊，哎呦，就是那种特别容易吸。着相嘛，着自己的相，着众生的相，着病相嘛，知道吧？着不好的气的相，知道吧？啊，嗯，举个例子，就是你，假如我们坐在这儿，我举个例子，你一般当你的身心很清净的时候。假如尤其进入刚开始气脉转化到很凝，进入光明的程度的时候，特别就是觉得自己有洁癖了，都开始就有些人都碰都不能碰你了，挨都不能挨，吸到他的病气了。假如你是光，就像一个光柱，那么外法你就像这个石，就是一个光柱，外法都会照在你这个光柱上，是吧？嗯。别人的疾病会不会照过来？是不是？嗯。如果你头脑里边定义了。这就是疾病，这就是臭气，这就是垢，这就是什么邪恶。好，你等于在你这个光柱里边输入了一个这样的信号，邪恶、病、臭气，所有的东西，你是不是你这个光柱里边就有这些东西？就像你的电脑里面，你输入了很多信息在里面，是不是有这些东西？即使不是你的，但是你定义啊，你着相啊，你分别垢净善恶美丑啊，你分别你在这里边不断输入负面的东西，知道吧？定向啊，你把那些垢有定向吗？垢没定向吧？我意思说这个水也没定向，你如果说这边有个水你也是错的嘛，你已经输入了，垢有定向吗？我一直说人是觉得那是垃圾，人家屎壳郎滚蛋的时候觉得那个驴粪蛋很香哦，臭有定向吗？是吧？我不是说一定要你去闻驴粪，但是你心中如果没有定向，你觉得垢跟臭是没有定向的，你自然就不会输入你的气脉里边，你不会输入到你的身心里边，心态里心的那种光明里边，因为进入光明境的时候你会直接把这些东西录进来的，把那个相录进来，还把你的认知录进来，录到你身体上了，你能舒服吗？然后邪恶有定向吗？你认为邪恶，你必须进入这么开悟的一个状态你才不会录，否则你本能的录啊，你是个录像机嘛，啪，邪恶录进来了。但是如果你站在佛菩萨的一个角度，这个邪恶是不是，这个邪恶是不是里边是因果的？佛是看三世的话，就是如果他有神通，他会看到哦，前世他是个鱼，他今天烤了，现在呢他把它烤了，怎么怎么着啊？你了了分明的时候，你心里不会去恐惧跟憎恨，但是你也会说那就是邪恶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太邪恶了，你会教育他，你会告诫他，你这样会有因果轮回，就没完没了这种冤冤相报。你会教育他，但是你这边心里知道哦，因果是在那儿的，所以你这边就屏蔽了。只要你在开悟的状态，你就不会着相，不着相等于是你这个光柱里边就屏蔽了周围的一切相，他就不会录进来，知道吧？就本能也他录就是说啊，那个录了一个因果，所有的录像只是来自于你的认知角度。你说定义它是邪恶的，它就录到你的身体身心世界了，然后你的身心你就背着那个邪恶在行走。人家邪恶，你背着人家的邪恶在这个世界行走，知道吧？如果人家如果是个医生，你会把所有的病录到你身上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只要你定义它，但是呢，病名为病，实无病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说，它只是名称叫病，知道吧？它有个，但病相没有定相，任何东西都没有定相啊，就像垢不是，就像臭，我就别的你们的，就像臭。屎壳郎认为它是香，你认为它是臭，它没有定向，什么出一个来，什么叫臭，因人而异啊，是吧？什么叫美，因人而异，所有的东西，所以只是你着相，你着相你就会把所有东西录进来，是没有办法的，你屏蔽不了的。你就说什么加个这个手印啊，红剑护法在旁边弄一个金字塔，这也可以啊，你可以观想自己啊，还有个什么这金字塔，佛菩萨有个罩子把你罩住了，哎，一下子坐在这罩住了，龙天护法把你，有的恶可以穿透那个东西进入的，因为有些恶是有些像是你心里想的想出来的，它从你心里生出来，而不是从外边穿透你进来的，所以佛菩萨有时候那个金刚罩也罩不住你，因为你较真，你着相了，你把病录进来了，你把那些认定。所以尤其有些看，有些看一些暴力啊、凶杀啊、鬼片啊，那些都你要看的，你选择那些会录进来的，你知道，在你的身心世界会录进来的。所以非得什么东西能不看的就不看，能不听的就不听，
要有选择的，否则你就会本能的会录进一些东西。但是所有录像，所有的录像眼耳鼻舌身身录进来，录进你的身心世界，就是因为你的认知，所以你定义了这个世界很多东西，然后录在你的身体里，然后你就变成这样一个形象，知道吧？变成这样一个像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我怎么屏蔽？你能屏蔽了你的心吗？是吧？但是你可以说，刚开始说实在大家做不到着相的时候，也可以观想有个金刚罩啊，可以录到个把自己罩住啊。然后呢说，哎呀，罩住了，自己心就安了嘛，安全了，不，他们伤害不了我了。哎，佛菩萨念念六字大明咒啊，啊，佛菩萨拿个金刚罩把我罩住了，龙天护法会帮助我，这样想也是可以的。可以抑制这些幻法来去调整自己的恐惧心，都可以的。对对，就这会儿还佛菩萨来了啊，有时候你恐怖，我那会儿有时候刚开始学恐怖，也会念个韦陀菩萨、四大天王啊，念这些护法神嘛，念也蛮有力量的。觉得哎，他们就在这儿，好像也挺厉害的，也会这样子。因为刚开始着相嘛，黑暗、恐惧啊，有些东西一个人。他是真有反应，就是我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哈、他们喝酒抽烟，我回去以后就脚肿。然后肿肿肿，转天又肿了一天。后来告诉他们，他们又再弄饭局。我说以后吃饭事儿我不参与了，然后别打我孩子。最主要的其实到最后还是有个你在那，所以你就会有种种相，有你个心相，所以心里边有种种认知。现在还比较弱。你再用假心修道，现在你那个心是对境就起念的，知道吧？我说话，现在你听我说话，是的吧？这是个心嘛，你听我说话，我这句话一落，你那个刚才那个心就没了，也落了，你那个思维的心已经落了。我说这现在再说话，你又起来，又跟着我又落了，你的心是跟着我起灭的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所以这是个，所以你的这个心是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所以你的念头不断嘛。你这个是个假心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不是真的，所以你觉得你恐惧，你着相也是拿这个假心。猛惑自己的，觉得我怎么样了，我怎么样了，这个假心都不断的变，他对境起念，对境起念，其实他说恐惧，他一旦知道恐惧，他又灭了，他又恐惧，他是对那个境起反应，对那个境起反应，但这只是起反应的两个幻境啊，真的你没动过，你不会起反应的，真的是空性里边无我，拿什么起反应、真的你如如不动，变三千大千世界无处不在啊。你不是这个肉疙瘩，就是这个东西起来反应，起来反应，不是这个东西，只是你三维，这是一个机器啊，你是无处不在变法界无形无相的东西，只是通过这三维这个仪器来交流啊，跟大家，这只是你一个三维的投影的一个工具啊，是吧？你一个女人的角度跟大家写像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啊，无处不在。如果你觉得你无处不在的时候，你还会怕坐在这儿，你会怕吗？你无处不在，在光明黑暗已经破掉了，你怎么会怕黑暗，就怕那些东西呢？怎么会？你只是觉得你这么小是吧？你先从那样想，但是说你还有大小的分别，当你破掉大小的分别的时候，无处不在那么大个，这么一米几，这个个子是一码事嘛，没有大小啊，大小时空这些都是你执着嘛。那有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会觉得就这个身体这会儿就里面有一种特别强的力量，就身体就这皮就包着那感觉，就有一阵就特别难受，然后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受即是恐，你在受里边，在修正的过程中，身心的欲望习气会有的，会感觉到的，有欲望，有习气，有执着，有贪嗔痴慢也有身体的觉受，有心理的觉受，烦了或者快乐了，这都是你的一念认知产生的，而这个一念认知随着境界的起落也在起落，所以那个认知不算数的，你认知你执着你认为是那样的，一直认为你是那样的，这是个假象嘛，你不是任何样子，此时此刻此地你是完全新的你，跟以前没关系，跟未来也没关系，知道吧？这一秒你是新的，完全没关系的，无形无相的你，这就叫正悟，知道吧？开悟，就想多嘛，对吧？不断的定义自己，不断的定义自己。但不是说你可以，我们在交流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哎呀，我前边是什么样的，前边是什么样。这是我们交流，因为为了我了解你嘛。但是你不能活在前边那些事里边。你不能，你当下你是心，你的见地里边不能说你是那个人嘛。但是如果你心里还着相，你认为万法有定向的话，你一定认为过去你就是那样的，那就是你。
你做的那些事也是真实不虚的，嗯，你就会耿耿于怀，知道吧？因为你着相有定相，万法有定相啊，女人有女相，男人是男相，情是情相，欲是欲相，垢是垢相，这清净是清净相，佛是佛相，菩萨是菩萨相，各种相你都着的话，你怎么能不认自己呢？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相，而且耿耿于怀，对自己所做的、所说的、所行的，渴望自己更好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你就不能安住在当下成道，你总得觉得只绕个十万八千里才能成佛，你总觉得去朝山吧，去唐山、去西天取经吧，这经总是在西天，不在冬天，是吧？你要真把释迦牟尼佛悟透了，当下坐在这凳子上成道，不用西天。此时你这个凳子也是西天，也是五台山，也是阿弥山，也是记住，什么山都是，当下一切具足，时空一切具足啊，没有无边无量无边，也没有当下一点戒指虚弥，都是一样的哦。因为你破了大小的话，戒指虚弥是不一样的，而且都无定向。我们头脑中太多政治是一定是那样的，就是那样，白的、黑的、黄的、蓝的，然后喜欢白的不喜欢黑的，喜欢黄的不喜欢红的。不止定向，一切东西病是病向，健康是健康向，分得可清楚了。那是人力的无明导致的。那些定那不是佛都说了，《金刚经》都说了，分不是定向嘛。只是人力才能要认为的嘛，嗯。当你破了一切不是定向，你一切不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把这些东西收全揉到你的身心世界里来，然后在那里边较真，在那里边分别，在那里边执着，然后说自己困在时空维度里走不出来，给自己下个定义，我在时空里没走出来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无力。你会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柔弱的女人，或者这个胖墩的女人等等等，哎，就会说哈、啊，我的就是着了肥的相。你把那个胖，就是你越执着，你把那个胖就，当你把一个胖输入你的手机的时候，我是胖的，这个相，胖没有定向，到底胖到什么时候定向？你输入到你的这个身心世界里了，然后你想把这个胖相转成一个瘦相。这两个相你要全扔掉，知道吧？你要转，你需要时间跟神变的，这很麻烦的。你如如不动，慢慢的就身体就会调节过来吧，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。嗯，否则我们会胖了瘦，瘦了胖，胖了瘦，我们会担心啊，减了肥还是万一再胖怎么办？是吧？用人世间方法不是不可以，人世间是一个暂时的。哎，你说我头疼，我吃个止疼片也能不疼，但是我们又根本无明未尽啊，是吧？我们修的不是那些东西，当然我不是说在人世间可以啊，该减肥减肥，该锻炼锻炼啊，该静坐静坐，这些工具还蛮好用的。但是心中不能有相定相，哎，什么是胖，什么是瘦，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，这些本身就没有定嘛，没有一定的。但你为什么揉进来一定是这样？